哇，我们终于到了！哎呦喂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，这有小卖部，！快买！买点菜吧。我要面粉，太好了！我给你们烙饼，好不好？面粉，油麦菜，地瓜吧，红薯是不是也可以买？我们还有吗？哇，我们的那个，这个小卖部，买吧。OK， 咱们买这个吧。咱们如果你说这种东西呢，你尽量买，尽量买。这还有肉呢，肉可以。这个呀。来，那帮我们一起算一下吧，看我们这有多少。我看一下，就这样吧，80呗，直接扫那个二维码就行。啊，我们想找能够关星星的，如果您想进去的话，我可以帮您找两位师傅，可以吗？我们这个沙漠的话是要有专业驾驶人员才可以。好嘞。这是我们的金师傅，这是我们的王师傅，你好，有经验的老司机，靠你们了。啊，我们得给那个轮胎放一下气是吧？对，放气。哦，这样的话，它那个抓地力会更强，是吧？对。我来。好了。准备了，出发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可以出去吗？有点颠呢，不会晕车的吧？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冲沙漠。好，要准备。咱们五千转。哇！师傅，你真的是有两把刷子，师傅。谢谢。这他们叫沙漠冲浪，很吓人。小心，师傅！哇！你真呕了！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哇！有点晕晕的。月亮湖挺远的啊。这不还有多久啊？最少还没走一半。还得十几分钟呢，这种。小溪，崩溃。我已经一身汗了。你有点晕车了是吗？人不晕吗？不晕。晕车了。看他的手。刚上来就。哇，好刺激哇！现在整个人蔫了，你看。那个车是不是有人要吐？我猜有可能。要休息一下吗？你把窗户打开，不行我感冒，我现在全身是汗。行吧，不行我们可以休息。别，快到了，你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来。啊，那个就是月亮湖，你看到了？哦，看到了，前面。哦，好大，就像一个月亮一样。漂亮啊！哇，那这个月亮湖四周全是沙漠。你看这是多么难得的水资源！这你看，好多鸟、水鸭。那边还有骆驼。